加面的，就是不打上面那个。这个盾。反击。漂亮，来了胜利。现在需要刷出九珠珠。OK， 状况还 OK， 这一场应该没问题。反击，反击就不怕他忽然间用盾。再一发，再会了，一血纳美，嘣！白星星，白晶晶，傻傻分不清。他是白骨精啊，然后在游戏里面他叫做白晶晶。哇呼，再八颗。我们来看一下刷出多少的。288，我查一下哦，我查一下到底要刷多少颗。诶，都内在哪里呢？我储存。储存我们的赖群会长哈卡。还有教我们突破，巴哈有发文，突破到五的话，看一下要总共要多少？总共突破到五总共需要410颗，然后召唤它出来要90颗，所以总共需要500颗。那共斗下礼拜的共斗基本上可以达到100颗，所以我要刷到400颗。OK。400颗，在12场，400颗，刷400颗，我们就把它召唤出来，好不好？哇，好期待哦，好期待哦！这只图什么我都忘了，我有点忘了是图体还是图工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来问一下。现在我们要升等了，升等，我们刷一关，随便刷一关，让我们可以升等。好可惜哦，那现在应该死了啦，可是我们体力还不够，我们就随便刷一关吧。困难后面好像也不能刷哎，这个体力很尴尬。十四刷什么都不是。看一下我的任务还缺什么，元素众神困难关卡，普通关卡。共斗好啦，我刷个困难12的好了，这里都是16嘛，对。如果前面全部都是完美过关，那不然刷这个。之前我有刷这个碎片，刷这个碎片用美声啊，随便啊，这个可以获得20点巧克力粉丝，可它就图5，没有图6，所以不用它，超坏。等下载，穿女装上 KKB 这个点子不错。No， 早一集出个什么男生什么样的类型穿女服装最无合 ？No，No way， 阿谦给阿谦就好了，阿谦非常的怡然自得。我觉得穿那种服装。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适不适合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更重要的事情是能不能够投入在其中。那阿谦可以，我不行，哇，我不行。 I can， 我不是女王，走开。伊邪那美的美术图明明很好看，为什么模组这么的怪？你很怪哦，我因为我一直很努力的战斗，我都没注意，等一下看一下。被卫生纸写包一空，啊！你们太可怕了，你们太恐怖了。虽然自动战斗，但我都通常有时候
如果人在旁边控制，我就会帮他把一些垃圾放到中间。因为这关卡很简单，所以一定不需要盾跟补给啊，就直接把它扔中间。扔中间的好处，我拍影片有讲，就是它的这个冷却时间会比较快。你使用的话，有没有它就很慢的跑？那你放到中间，它就是一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吧，就还蛮划算的。我草莓试过也知道不能吗？有些事情要知道试了才知道合不合适。问题是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没有办法接受。我知道或许可能穿上去你们会觉得好看，对，当然我是一定不觉得，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 I'm a boy。 不过我那个高中的时候有参加戏剧社，然后那时候有时候都会排一些演戏啊，然后最后有一次跟着学长在那边全校的演一个小剧，然后我跟我的妈鸡两个人装扮成阿妈，他是阿公啊，不是，好像我们都是两个都是扮阿妈，然后就穿这种阿妈衣服，然后画阿妈妆，还有戴假发，还点字。这个我就很愿意，而且我觉得超好笑。我们讲话还说，哦，我们今天你觉得如何啊？天气很不错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去买个什么菜啊？我当然忘了对白是什么，但只知道那时候讲话就是类似这样，很好笑。好怀念哦，戏剧社好玩啊，演戏。来，哎呦，今天任务怎么好多都还没解？不过也没办法，没有办法的啦。来，78等了，哎呦，我觉得我等级真的是蛮快的，每天这个任务都有刷好刷满，就是有差。78等，77等是一个蛮关键的等级，因为77等的时候，你的空间会迎来72，77等空间会是72，虽然这数字不一样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但是72的时候，那个数字就是可以放上两个20跟两个空间16，有没有？我这个桃太郎队伍就可以放了。我猴腮雷跟金太郎升级到五星，那、啊、另外两个还没升，因为空间不够。那时候就完全塞不下我的最后一只角色，现在就塞得下，只是我还没用过，因为技能都还没点。钱不够啊，努力再点，这次点满了。这次为什么还点这个啊？那时候不懂啊，那时候不懂，连那个队长技都点。金太郎，对啊，你看金太郎都还没点。哦，什么闪退了？闪退了，吓死我！没关系，再回来。这个第一次使用这个 BS2。它已经出到二版了，我已经好久没用这个模拟器了。接回来就好，之后再点好点满。什么时候会87等？78等，已经很不错了吧？我现在超级78等呢。学粤语哪一句话？你说那个阿茂讲话。趁现在体力满，赶快现在刷一关，不然他不会帮我回体。一手，确认没错。阅读，再抱一次左大腿。口琴色，好酷哦！我也很想学口琴，可是那好难哦。会想要学口琴是因为《空之轨迹》里面的约书亚就是吹口琴，他吹空那个那叫什么，我突然忘了，心之所在，不会忘那首歌超好听，大家也可以去查看那首歌，超好超感动，不错。这场都不是我要的，水的好少，才两颗。
且我还没换好位，因为刚刚我也想要中断他的攻击，那怎么办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知道。哎，没挡到，没挡到。我想用反击圈啊！好，标记。有要可以用大。哎，他跑过去打，大绝靠不出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好紧张，好危险。哦，是是是，过关。哦，刚真的有点不太妙哎。先换到中间，你看哦。下地里休息一下吧。完全中断他的攻击。哎，怎么水晶都不见了？这一场怪怪的、啊。呜、哦！哇！拜托打伤人，他不打伤人我就要换位了。啊！不行，这一定要换位。先把上面是打掉，我才会有四个可以用。OK， 标记了一下，攻击他，他补血了，这场不太妙啊，有点打不赢哎、欸。第二场的败北要来了吗？我现在头好痛。助手，助手，用标记打人呐、啊！不要再标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一发打得出来了，解禁。先换到中间好，为了等一下的战斗，先努力干掉他。又在标记，别再标记啦。反击 ，A 是他是开大，换位，让我换，还没死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啊，一血可以突破六的说，对啊，所以才要努力的刷，就是为了刷图六啊。现在已经手影整个爆头了。哦，水珠子来了来了来了，水珠世界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噔噔噔，收到共斗邀请，这样只有一发大的可以用，不刷掉，来不及，没关系，应该是没问题啦。血量有点低微。就是棒，来来，用力打，用力打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哦，可以直接打。砰！啊、哦，这场真打得有惊无险啊，珠子都不来，哎呦，有够难打。这也证明一件事情，如果没有是我的珠子就真的会打不下去了。553，哇，13颗 ，nice。对啊，突破6 ，410个，召唤90个，总共要500个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招募圣好友，我募就只有这个啦。淘汰狼，要加可以加我。哎、欸，我满了嘞、欸，社区满了，我来删一下好友好了。这个是不是小队长学学啊？我一直留着，可是一天有，不过他都后来还有灯啊，所以就还稍微留一下。
今天是活动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二十三小时没上线，好像不太能接受哦。你刚才每次要砍都觉得好心疼哦，鱼竿撕了十九小时没上线，砍不下、啊，每个都不能砍、啊。啊，我们砍个一两个。